平儿，别看咱们府上有这么多的花草树木，父亲就唯独喜欢这盆龙爪绒的盆景，它就像一棵苍天大树，根深叶茂。郑青姐，你回来了。回来了。真不好意思，你怎么不知道躲呀？啊，对不起，我在看书，没注意到。你还好吗？来来，不好意思啊，没伤到你吧？嗯，没有没有，你还好吗？没事没事，你慢慢看书啊，我先进厨房去了。啊。吃完饭再回去吧。你吃吧，我店里还有点事，我得先回去。吃完饭你就把碗筷摆在桌上，我晚上过来洗。雅慧，魏明，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怎么样，好点没有？好多了，一直想你。我也是。你现在回来了，我想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吧，他就交给你了，我回去了。回去了。雅慧，我去送送春晴。春晴，我送送你。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放心不下你们。是放心不下他吧？他有人伺候的，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呀？而且他身轻如燕，动作之快，有谁能欺负他呀？别开玩笑了，这几天辛苦你了，谢谢你。没什么。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吧。指挥部刚刚下达了命令，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消灭太阳山地区的共匪，为蒋委员长解忧。参座，我们要对共产党正式宣战了？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的大部队正在向太阳山、武夷山周围的新四军主力推进，慢慢的把他们压缩到包围圈里，彻底消灭他们。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们特勤处的侦破工作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我不得不给你下个死命令，你必须立竿见影的把太阳山地区的共党地下谍报组织给我一网打尽，限期只有一个月。如果一个月你完不成，你这个处长就甭干了，到我的炊事班去当名伙夫吧。听明白没有？是，上级有令，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力气，全面搜捕和共产党谍报组织有关的一切人员，包括阿猫阿狗，也不能放过。宁可抓错了，但是也不能不抓。一个月以后，如果太阳山还有共产党的谍报组织人员，上面也要撤我的职。
么说，国民党顽军是铁了心要对我们下手了？恐怕是。那我们该怎么办？赶快把消息传出去，让能够转移的同志立刻转移到太阳山上和张顺才的游击队会合，不能转移的同志必须保持蛰伏状态，不要轻易联系组织，不要轻易采取任何行动，一切行动等待组织的联系和通知。好，这通知的任务就交给我，你快回去吧，不要引起特勤处的怀疑。好。哎，还有，注意你身边的人，每一个人。我会留意的。行了，你赶快回去吧。车吗？去哪儿啊？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协商。考虑跳车，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还不了解我？我薛子琪说话向来算数。待会来你家干什么？又要喝酒？喝酒当然可以，不过你要等我先把话说完。说。你去茶楼是和春晴见面吧？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千万别告诉袁慧。女人吃起醋来可是太可怕了。我当然不会告诉袁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和春晴没有感情关系，他是你的同志。根据我的推断，春晴是太阳山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谍报人员，茶楼是你们接头的地点，你就是前来接头的当归。不过你不要惊慌，除了我，今天没有人知道你去了茶楼。你到底想说什么？今天在会上我已经说过了，上面命令我们配合他们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心里话，我已经彻底厌恶了攘外必先安内，绞杀共产党的荒唐之举。我不想再对自己的同胞举起屠刀，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你说过，我们永远都是当年的热血爱国青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振兴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我想你不会忘记。我确定你就是共产党安排在特警处的卧底，但是除了我没有人知道，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你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你，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准备投诚共产党，我们联合起来彻底剿灭日高谍报组织。子琪，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没错，我就是被派来接头的中共谍报人员当归。我相信你，但是我不能做出决定，我会把你的情况上报给组织，你要耐心的等待回复。当归同志，我愿意等。
当归同志，组织上已经同意你策反薛子期的计划，不过还要对他进行严密的控制和观察，尤其要考察他参加行动的决心。如果能策反成功，对我们的组织那可是如虎添翼。我明白。不过虽然他薛子期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军人，也不可放松警惕，只是组织程序必须记住。另外，你把破获日本谍报组织所缴获的文件交给建阳绥靖指挥部，这招棋你走得很高明啊。不过日本人已经走到了末路，警方他们够几条桥。谢谢组织关心，我会保护好自己。那好，只是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你就按计划执行，不过不必拘泥于此。你走吧。胜在乱世，助世胜不由己。为了驱逐日寇，兴我家园，你给我多保重。你为我也多保重。棺材一般啊，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一会儿看看那口。啊，对啊。六，带老板去看看那口。好的，老板，请。这有几口棺材，您看一下。我要一口最好的寿材。哦，您要最好的，那请跟我来，在里面。请。何事だ、早く言え。言ったはずだぞ。今が大事なんですけど、私と彼ぐらいしく連絡を取るな。急に呼ばれたのが、課長からの命令を伝えるためんだ。田中課長の命令とは何だ。当然田中課長の命令は3日以下に絶対チェンウェイミンを殺す。今チェンウェイミンをやるのは無理だろう。田中課長もいたはずだぞ。チェンウェイミンを残しておくのは彼がいた国民党の情報をチュンチンに渡し国旗を争わせるためだと。チュンチンの茶屋を通し共産党の情報組織を未だに存続させているのは国民党に注意を引きつけ国旗を争わせるためだと。さもなければ国民党に共産党を消させ我々は直接国民党と対面することになる。今は今だ。今やるべきことはチェンウェイミンを殺す。俺は上司の身分で命令するよ。力を合わせて行動しろ。もしチェンウェイミンをやれずに我々がバレたらどうする。川村は本当にそう思ったか、それともやりづらいか。どういう意味だ。忘れるな。お前は帝国の軍人だ。
天皇の国民だ。課長まだ命令がある。また失敗したら腹を切ってくれ。天皇だため。命をかけて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す。力を合わせて行動するのだ。明朝、今後の最上層に人を手配しろ。支援ウェミを学校に送らせるよう手配する。その後は貴様らが機会を見つけて殺せ。梁慧、梁慧，你没事吧？你把我吓死了。我的腿已经好了，总是在家里待着很无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你看啊，魏明，我想回学校去上课。可是，你就答应我嘛，再在家里憋着我真的会傻掉的。好吧，我答应你。那明天早上你送我回去好不好？不过你也得答应我，小心点儿，别再伤着自己了啊。今天别做饭了，咱们去外边吃吧。不行，要庆祝我又能回到学校，我给你做饭。好吧，我帮你拿着。最后一道菜，水鸡扁肉。谢谢你，做了这么多我爱吃的菜。是我们喜欢吃的。有你在真好。魏明，除了要庆祝回学校之外，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然记得。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相识六年的日子。送你的。好漂亮的戒指。喜欢吗？谢你，魏明。嗯。能不能帮我戴上？小慧，这枚戒指，你还是先保留着。我想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再亲手给你戴上。魏明，跟你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开心、最快乐、最美好的日子。我也是。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娶的女人。一想到能跟你一起牵手慢慢到老，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干杯。早点休息吧，明天见。表慧，别这样，你喝多了。你说你爱我，表慧。你说。是不是冷啊？没事。是不是腿伤还没好？要不今天别去学校了啊？我真的没事，好久不出门，有些不习惯，真的没事，走吧。
好了，我去上课了。小心脚，别再受伤了。下了班我就来接你。我得走了。几个小时就这样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下了班我就来接你，啊。上班的路上小心一点，多保重。小老太婆，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听你的，快去吧，别迟到了。哎，袁老师，我们听说你受伤了，都很担心你啊。好了吗？走吧，我们去上课吧。钱科长，这个人要谋杀我，被我打死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了。辛苦兄弟们。谭总，
我送袁辉去学校，突然遭到枪击，对方枪法很准，是想要我的命。到目前为止，你的身份已经被洗清了，指挥部没有怀疑你，更不可能派人去杀你。只有小鬼子，你说的没错。这是我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这种短刀只有日本武士在执行任务失败的情况下剖腹自杀用的，可惜他还没有掏出来就已经被我打死了。看来我们捣毁了他们的据点，惹火了他们，他们才决定对你下手。这回刺杀不成功，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行动。他们有行动最好，我们可以引蛇出洞。我担心的是这回刺杀带来的连锁反应，这也是我担心的。放开烟路，宮本、今更怒って何になる？相手をやれなかったどころか、目標がバレた。全て台無しだ。貴様はこのことをどうやって課長に報告する？チェメミを殺せなかったは後悔だ。今本当やりづらくなっている。射撃手はすでに殺されている。国民党の人間が彼らの身分を徹底的に調べる。我々の身分を暴露される危険性がある。今後はさらに気をつけるべきだ。川村、機会があったのにお前は手が出さなくて、今の状況はお前にも責任がある。宮本、大日本帝国の軍人が自分の過失を他人に押し付けたことなんてないぞ。貴様こそ自害を持って天皇陛下にもビビる準備をし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注意、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二三日待って、自らチェンウェイミンを殺す。はい。你看参谋来了，把事情都告诉他。这件事情瞒是瞒不住的。是啊，点名让咱们迎接，来者不善。陈总，哎，听说你遇刺了，受伤没有？报告参谋，没有受伤。哎，你那边怎么样？各科长都在会议室恭候您的大驾。我的女朋友是中学教师，我送她去学校，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狙击手的伏击，后来在追捕狙击手的过程中我开枪打死了她。你开的枪？是我开的枪。为什么不留活口？当时情况紧急，根本没有办法留活口。这件事情你们查过没有？有没有结论？还没有。听说您要来，我们都等着听您的意见。你们怎么看待钱科长遇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检查了狙击手的尸体，还有遗物、枪支等一系列物品，我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能证明他身份的证据。参谋，我们查过档案，没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资料。你是当事人，你有什么发现？这是我从死者身上找到的日本短刀，可能是最近我们连续端掉日寇谍报组织的两个据点，他们怀恨在心，就来报复。所以说，从动机方面来讲，日寇的嫌疑最大。
凭借着我多年的经验，我分析应该是共党的地下谍报组织，一定是。我给你下个命令，今后你们特勤处的工作要积极配合绥靖指挥部的统一行动，你们特勤处我会经常来的，来监督你们工作。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到搜捕共匪谍报人员身上，具体的行动方针计划一切听从参座的统一指挥。是。杜科长。到。从明天开始，你配合钱科长调查共匪谍报组织。是。很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是。看来他们这次围剿抗日军民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形势不容乐观。共产党谍报组织隐蔽的情况怎么样？你还是信不过我。如果我要是真的反共的话，那早就先把春晴抓起来了。我已经把情况告诉春晴了，让他赶紧通知同志们转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让杜杰配合你调查共产党谍报组织，是担心你下不去手。抓的都是些手无寸铁的爱国百姓。是啊，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残酷，面对的是敌人，却要表现出来的像亲人般的对待。明明是亲人，有时候又要表现出来冷酷无情。我时常会从梦中惊醒，也时常在怀疑自己。当局者迷。最近段长草和你见过面吗？段长草同志同意你提出的联合剿灭日寇谍报组织的想法。具体计划是什么？段长草同志提出的计划仅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修改。说实话，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段长草。我和他打交道了这么多年，他真实的身份我现在还是一无所知。段长草同志的真实身份是绝密，在太阳山地区的共产党谍报组织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们共产党谍报组织的组织结构真是太严密了，我们自愧不如。组织结构之所以这么严密，完全是为了同志们的安全。究其根源，是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付出再多也是无怨无悔。文斌，请你转告段长草同志，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事关系重大，我需要当面汇报。
苍红中魂土里埋，中魂土里埋。中魂